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大娘反反复复喊我好几次了，她跟我说的就剩这一条母的卡斯罗了哈，之前也去过她家。哎呦，大娘，卡斯罗母的不好卖，找了吧？咱一看有喜欢母的不？咱看尽量帮那个大娘能卖出去不？看看，大娘，说个实在卖价吧。啊。啊。哎呦，还1600嘞！你到底是想卖还是不想卖啊？对，您老年车你看见吗？你看老年车都坐老年车。哪个你的这个？老年车的。你老年车咋了？我知道你转养卡斯罗，转卖卡斯罗。你这样吧，年龄也不小了，你养张大龟不适合你养，你便宜点给我就是了。一大一小吧，以后再供一次吧。对呀、啊。一大一小。一大一小多少呀？1100。1500。一大一小1500。你报一下我看看、啊、这个还刚剪完耳朵还没拆线呢，他说马上就拆线，是个母的。哎呦，20来斤了，这个头盘不错啊，耳朵是刚剪没几天。哎，那妈妈就那个了，两天就能拆线了。这是个母的，大娘你别看了，咱看以前那个价格1000。嘿嘿嘿嘿嘿。啊，1000行的话咱都拿了。你以前卖给我啥价了？1600，我知道那是1000，就只剩这一条了，我给不了你那个价。你多少呢吧，你别1500了，你干脆这样，那1000老价钱行吗？1000几啊？你好啊，对呀、啊，1200帮你买，人家还有嘞，你看人家还有卡斯罗嘞，对吧？我能，你不如你这个大，实话实说不如你这个大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听不见。好狗好价钱哦，行大娘，你的货1200能拿不？不少了，卡斯罗不好卖，你那个大哥在抱着卡斯罗都回家了不？他还是带不吃啊，对吧？我以后肯定卖你的狗，大娘，你放心吧。我就喜欢卖这老年人的狗，老年人养个狗不容易，咱给你的价格也算可以。这个熊花你看也不是多少斤大，对吧？人家那大熊花的吧，1400我也给你了，现在。不是你不容易，所有人都不容易，知道吧？咱得体谅人家，人家养狗也不容易，对吧？人家买狗，人家买回去养你，还得打疫苗，还得再给他吃的，也不少花钱，是不？咱便宜点卖出去，行不，大娘？1200是吧？你给我说，疫苗做了几针呢？做3针了。做真做3针呗？真做3针。行，大娘，那你给我放下吧，我以为我开车去，我开车来拿。啊啊，好嘞，好嘞啊。好，来关注一下，我这都拿去哈。